狐妖之力源于至情，情之所至，力之所生。只是因情而生的力量，又怎会不让自己为情所伤？这便是红线的宿命，涂山狐妖的宿命。雅雅姐，听说这件事情不知道，所以我才特意放给你看看。我不是，不是的，小道士。原来当年是这么回事。不是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正题。过来，涂山女王。姐姐，你蛋。雅雅姐，她现在完全沉浸在我的幻术当中，早已经成为我的傀儡。然后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法术。跳出来啊！挡不住风霜，鬼魂是阴梦天下名扬，未曾说的话指尖凝成沙，看不清对错，愿背负结果，心底烙印着的罪过，虚伪的淡漠汇聚成漩涡，而我不知不觉把自己遗忘，只想为你那个梦想，在眼泪中流淌，只因为鲜血浸染铭刻的伤悲，穷尽一生将杀戮踏碎，不知彼此来世相逢是否还能记得我是谁，从始至终我无惧无畏，心中那个你无怨无悔，愿祝一切曾经拥有只为独一这是怎么了？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保准死掉。我靠，还真是羡慕我的聪明机智啊！哎呀，不过儿子就这么死了，中年丧子之痛还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呀。不过我给儿子买了5块钱的人寿保险，能赔500块呀，这么一大笔钱我该怎么花呢？妈，马上给你自己去买20块钱人寿保险，然后让我打死你。都是一家人，何苦呢？一家人。你个死老爸，为什么不去死啊？这没想到你受了那个火狐一拳，怎么还活得下来呀？死老爸，你是不是太小看你儿子了？当时小丑狐一拳打了雷霆万钧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地心波，我果断地使用了地形之术，主动遁入地下。所以小丑狐那惊人的一拳，只是变成了冲击力，换来了我极强的地形加速度而已。吓死我了！然后我就来到了星球的那边，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食物。原来如此啊！不过那个涂山叔叔。怎么突然就变成那样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
那小蠢货现在怎么样了？别假装好心了，儿子，难道你还真关心那个小妖精的死活吗？你一直黏着他，不就是因为他的食物特别好骗而已吗？别怪老爸没提醒你，他无论生死都已经是涂山红红了，所以他再也不会是你两三下就能骗得东倒西歪的涂山苏苏了。大师哥哥，救我！你别骂我，我得了啦！全都给我！哦，我的早餐给你吃，我的午餐也给你吃吧。妖怪就是好骗哦。安了，老爸，那边是妖族之间的仇杀，还都是一些一方妖王，我是不会傻傻的去枉送性命的。况且，你说的对，我想要的只是涂山苏苏而已。这才是我的儿子，明哲保身才是长命之道啊。不过我也得确认一下他到底还会不会变回来，毕竟小蠢货那种免费饭票再找一个也太难了。再见，儿子。哦，我只是看看啊，只是看，只是看。小蠢货可是我的童养媳，这小子怎么突然从地底？等等，这不自然的下坠姿势，难道这贴在我脸上的东西简直坠腿服？这种符咒可没那么容易摘下来哦。我啊，哎呦，喂，等，我可不再蹲。地体尼玛，你是土拨鼠吗？喂，差不多了。你有夜视的吧？不过方位的确是差不多。中计，来！被看穿喽，但是已经足够了，是吧，蓉蓉姐？你能回来还真是令我感动啊，白月初。哇，你还真是苗条啊。不过就算我出来了，对手是他们两个的话，我们依然没有胜算呢。所以你肯不肯变成东方月初？让我变成东方月初？是啊，东方月初，莫非就是数百年前那个睥睨天下的道士？东方月初怎么样啊？如果拒绝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，我才不会承认我就是那个十亿的债主。你呀，想都别想。太耀眼了，你太多心了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呀？想要的话就愉快地答应嘛。东方月初，东方月初，小蠢货，这又是怎么了？本就困在梦境中的姐姐，被刺激，她被刺激，仅仅是因为东方月初这个名字。好吧，你姐姐还真脆弱。再这样下去，苏苏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力量。你赶快负起责任，变成东方月初吧。喂，那个名字可是你念出来的。可是要是你不答应，可是会有大麻烦的。你这是威胁我了？我是因为刚才那钟
把我的妖力镇压住了，我现在非常乏力。喂喂，我费力把你救出来的意义到底何在？救救红红。喂，我也没说要逃啊。我没说话呀。是我，不过也可以说是你自己。你既是我，又不是我，但苏苏既是红红，既是苏苏。如果红红死掉的话，苏苏也会永远死去。就为了区区战友，忍心吗？忍心吗？你忍心吗？背后的狐狸，假使我变成啊不，假使我冒充成东方月初，真的能让小主播复原吗？当然。那把债务一笔勾销的话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冒充一下。哦，那可不行。不过是钱的话就好谈了，我们可以雇佣你为涂山的临时低等下人。嘿，我才不干呢。月薪50亿元，让你完美碾压你老爸的收入，还送5根小号五彩棒，条件不能再加了。来，这是合同。5根小号五彩棒，51元的。成交。那样的话，这是出题，快去吧。好吧，事已至此，小主播，我来了。在梦里，微风轻轻，白花飘零，你的背影伴随着层层。来腾讯动漫 APP 看狐妖小红娘漫画原作，提前预知剧情。我在漫画里等你，懂。